大家早晨，我而家咧已經食完早餐，跟住朝早再浸多咗一次温泉啦。咁我哋而家準備 check out 啦，但系咧我哋琴日因為太趕急嘅關係咧，唔記得拍 room tour。我而家咧快速俾大家立一立間房先。咁呢間温泉旅館咧就係屬於比較舊式啦，同埋傳統少少嘅温泉旅館嚟嘅。房間咧亦都唔會話太大。一入嚟就係玄關嘅位置啦。咁呢個位咧就有得俾你坐喺度換鞋啦。咁佢拖鞋多啲咧，全部都係擺喺嗰度。镜头一转，一行入嚟咧就一条走廊，走廊嘅右手边咧就系一个洗手间嚟嘅。咁你见到咧走廊嘅空间亦都唔系特别大啦，基本上啲夹咧其实唔可以摊平喺度嘅。咁再行前少少咧就有一个迷你厨房嘅地方啦，都配咗一个细细个嘅雪柜啦，同埋佢呢度咧系俾你冲茶嘅，但系我哋琴晚想试嘅，但系最后都系冇试到。热水壶啦，再行前少少咧就系清盘洗手间嘅地方。有風筒啦，跟住啲基本嘅配備啦。咁酒店入面咧，佢就冇擺特別擺牙膏牙刷啊，或者其他衛生用品啦，因為佢話係環保嘅原因。如果你需要嘅話咧，其實你可以落 lobby 攞嘅。呢度再行出去就係我哋嘅露天風呂啦。唔好意思，而家出面濕疊疊，因為我哋啱啱浸完嚟。就是咁噶啦，咁佢呢度有个露天嘅风吕啦，跟住咧冲凉嘅地方都喺埋出边嘅，跟住就嚟到床嘅部分啦。唔好意思，真系好乱，我已经尽量还原我哋琴日入住嗰个样啦。咁就系一张普通嘅双人床啦，咁床对住咧就是一个小露台嘅地方，咁小露台前面咧就张 sofa 啦，同埋电视嘅。佢呢度咧都有两个篮啦，系俾你浸浴嘅时候攞去用嘅。出露台之前咧，其实佢有个衣柜仔嘅，咁入边佢就挂咗两件外套啦，俾你着浴衣嘅时候用嘅。好，我哋出露台啦。我今朝起身见到呢个风景，真系觉得搭七个钟头飞机系超值。露台呢个位置都冇咩特别噶，就是一张凳啦，俾你朝早起身坐喺度睇风景啦。跟住咧，佢呢度有块板间住嘅，后面系咩嚟嘅呢？其实就是头先我哋浸浴嘅地方啦。check in 嘅时候咧，职员就俾咗张中文嘅地图我哋啦。咁上面咧好清楚咁样写晒呢间酒店究竟有啲乜嘢设施。佢 total 咧就有两个大众浴场啦，咁当然系分男女噶啦，同埋有三个私人风吕嘅，咁就系露天嘅。我都非常建议大家，如果你都好似我一样订咗一啲房间入面已经有私人风吕嘅话咧，都可以出去大众浴场嗰度体验下，或者去出边露天嘅私人风吕嗰度试下，因为嗰个感觉咧系真系完全唔同。房间入面嗰个私人风吕咧就唔好大嘅啫，就够一个人浸，两个人就会好逼。咁但系大众浴场同埋私人风吕咧，除咗佢系露天之外咧，你都可以体验到嗰种 culture 啊，嗰种浸浴嘅文化。同埋入住嘅时候咧，店员就俾咗两条锁匙我哋啦，一人一条。其中一条咧，佢系有呢粒。佢係有呢個嘟嘟嘅，我唔知道應該點樣稱呼佢。咁就係俾你喺呢間酒店入面消費嘅時候咧，佢就會 record 咗呢個消費係你間房嘅啦。就是、我哋嘅房價啦，跟住計埋其他消費咧，係 check out 嘅時候先會俾總數嘅。好啦，而家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我哋間房咧11点要 check out 嘅。咁但係如果你10点之前將啲行李俾 reception 姐姐嘅話咧，佢哋係會將啲行李送翻去呢個箱根湯本站嗰度嘅。咁你就可以撇低啲行李，箱根一入油咁樣啦。呢兩日一夜咧，我見到除咗有遊客之外咧，其實好多日本嘅 local 都會過嚟住咯。可能咁啱我哋撞正星期六日，咁佢哋放假都會過嚟。咁我哋 book 嘅房型咧就係一拍二食，係洋室嚟嘅，即係一張 proper 嘅牀啦，就唔係榻榻米嚟嘅。其實本身我哋都想 book 和室，即係榻榻米啦，咁但係已經 full 曬，講緊係我哋係提早兩個月 book 都 full 咗。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嚟嘅話咧，建議真係有咁早得咁早 book， 費事 full 曬。check out 了。快低曬啲行李啦！咁我哋咧而家就準備去箱根一日遊啦。我哋走嘅時候咧，去翻箱根湯本嗰個站咧，攞翻啲行李就 OK 啦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近日咧行商店街買咗呢個大犬銀包仔，超得意咯！
在箱根真的搭车都是一种享受。由于在箱根市内有很多种不同的交通工具，而基本上每一种你都是会搭到的，单程费用由500英至到1500英不等，真的很建议大家买回张箱根周游券。今天我们就会跟着这张地图来玩，一天一定玩不完了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选两至三个景点去。第一站我们来到箱根雕刻之心美术馆，是一个以雕刻为展览主题的户外美术馆，占地70,000平方公尺，用雕塑公园的方式令到立体作品好好地融入在环境里面。美术馆是要买票入去的，如果你买了箱根周游券的话，那就可以每张票减100英。我初头以为这个美术馆纯粹是有一个室内的地方行，但原来不是，这里比想象中大很多，也有户外的地方，而且户外的地方也放了很多不同的艺术品在这里给你看。明明那种被山环绕住，天气那么好，云又靓，跟着冻冻地那种感觉，这种感觉是不是日本才有的呢？有些藝術品下面就有個 QR code， 咁你 scan 咗佢咧，就會有啲解説可以聽噶啦。好 pondus， 浸一浸只腳，真係成個人暖翻曬。离开了美术馆之后，我们就出发去大勇谷，一个我期待了超级久的景点。好，我们现在乘搭这个登山的电车，跟着坐着缆车去看火山。其实在箱根这个地方，很多时候你去不同的景点你都要搭交通工具去，然后你会 spend 很多时间在 transport 那里，但是去完它的风景都是其中一个景点，因为真的很漂亮。箱根的景点全部在这张地图里面，只要跟着它来走就没错了。我们搭登山缆车去到祖云山，再转乘空中缆车去到大勇谷。要留意空中缆车如果是落雪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是会停驶的，所以大家出发之前都要留意一下天气。落了登山缆车之后，只要跟着指示来走，就会去到搭空中缆车的地方了，不用怕荡失路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买到箱根周游券的话，就要在这里再买搭缆车的车票。在搭缆车之前，这里都有一间小小的咖啡和卖纪念品的商店，隔离还有个展望台，大家去搭缆车之前都可以 spend 少少时间在这里。在缆车就可以俯瞰整个大勇谷的全景。大勇谷巨岩遍布，处处都是蒸汽和硫磺烟，这里也是箱根火山入面最大的喷气地带。当隔缆车越来越近火山的时候，其实你都会闻到一阵很大阵的硫磺味。落了车之后，就可以近距离地看下这个自然景观了。哇，那种壮观的感觉，我想相机是记录不到下来，我一定要现场亲眼看去喷烟咯。这里呢最出名就是它黑色的鸡蛋，它煮出来的壳就是黑色的，这样。
但系咧，我哋就唔食鸡蛋啦，因为咧，我上网睇咧，佢即系佢个蛋壳咧系黑色噶啦，咁但系入边咧就同普通嘅烚鸡蛋咧味道就冇分别嘅，同埋咧出边真系好冻咯，我谂大家都系觉得超冻咯，都涌晒入嚟呢间铺头嗰度。我而家咧有少少后悔咧，今日冇着两条裤出嚟咯，但我已经着紧一条登心用嘅长裤，都唔够。在大勇谷的行程就比较简单，都是拍下火山，跟着再买黑色的鸡蛋食，顺便行下纪念品，停留时间大约30分钟至到一个钟就够了。好，这张地图又出现了，离开了大勇谷之后，我们搭回空中缆车去到桃园台港，搭海策观光船。海策观光船是以18世纪的帆船型战舰为造型的一架船，连接了三个不同的港口，沿途可以欣赏芦之湖的景色。船入面的装修整体都是十分之豪华。如果加钱的话咧，仲可以 upgrade 去 VIP 船舱。最后一站，我哋喺原箱根港落船去睇水上鸟居。其实一落船离远就见到水上鸟居噶啦，想再行近啲睇咧，就可以慢慢沿海边咁样行过去箱根神社方向。鸟居就坐落喺芦之湖上边，吸引咗好多游客过嚟打卡影相。影完相之后咧，就可以沿住阶梯上山去箱根神社参拜。好可惜的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通往鸟居那条路是封了的，我都看到有些人会爬入去影相，但我们就没这样做了。最后我们在车站附近吃了一碗关东煮，就结束了我们这两日一夜的箱根之旅了。估不到这碗关东煮会成为我唯一一碗在日本吃的关东煮。下条片我们会出回市区继续我们的东京之旅，喜欢这条片的就记得 comment、like 和 subscribe 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